吃车轮这么久的米水，你敢有做出什么款的成绩啊？我是拢甲大家同款，对老头家身躯边咧拍拼啦。啊，我吼一向拢做忠心的，我拢认真咧替超人做牛做马。好啊，我即马是咧问你捌做过什么款的成绩，唔是咧问你捌做过什么款的动物。你捌做过牛，做过马，甚至做过鸡，这拢无重要。你唔免甲我啰嗦遮尼济，回答我的问题就好。我是讲吼，总的进程提起一个裁员的方法，想讲是不是当我领淡薄仔遣散费？你伫超人做米糖已经真超过了呢。你阿咧消极讲你要走的时阵，要派一块米走。副总裁，伊真正足可怜的。你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你阿无得下手啦。我教你，你若是要开除人的时阵哦，你头一遍你都要将你的气势吼改压后头，可以完全无得变改啊。当然，咱讲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我好多教你安那背，也唔过我无法度替你背，对。所以我干那会当试一摆，互你看。做来都要看你家己的天分，还够用心吗？我会认真看，认真学啦。我嘛真好奇，你会当用什么款的办法来开除这对公司有贡献的老师？李白。吴总裁，你找我。总的，你也伫这。总的，啊，你真正不是讲无要开除我？本来是啦，啊，不过即马，即马我嘛无法度做主。唔对，即马尤元是总的做主嘛，尤元要甲你开除。敢那是因为之前你伤过干巧，欺负总的心肝软，讲甲伊无法度执行公司的决策，所以即马我出面来处理，安尼你有了解吗？无啦，我无欺负。你搞啥物？当然啊。参像你这款无路用的人，你心肝哪里受伤？我知影你啦。你总的面头前，莫卖讲我无给你机会，同我辩解。所以我今麦问你一句，你应一句。你伫超人做外公？啰嗦啊！我问你啥哩印象？做几年啊？37年啊。这么久哦？你来超人迄年出生的人，若是较高的，可能已经拢做工作嘛啦吼。今麦我搁问你嘞，你食车轮这么久的米水，你敢有做出什么款的成绩啊？我是拢甲大家同款，对老头家身躯边咧拍拼啦。啊，我吼一向拢做忠心的，我拢认真咧替超人做牛做马。好啊，我今麦是咧问你捌做过什么款的成绩，唔是咧问你捌做过什么款的动物。你捌做过牛，做过马，甚至做过鸡，这拢无重要。你唔免甲我啰嗦遮尼济，回答我的问题就好啊。你敢要替公司做成倒一笔生意啊？我是毋捌独立作业啦，啊，毋过较早公司重要的生意我拢有参与啦。那就是讲这37年你根本都无任何成绩嘛？我有啦，我拢团队合作啦。我团你去死啦！咱有创出歹听过无？也就是讲你毋但袂晓入去，你连考试写你都袂晓，你都干那样对人的辛苦比，你安尼安逸安逸哦，计较袂输，干那真够嘞！我若是把你一人抓出来，你就什么都无打拼啦。参照你这款米头，你就家己养单尼做，等看别人做到忝死的时阵，你再看这有啥物可以无？所以你到即马，家是一个主任嘛。啊，若无30年前你早就已经做经理啊，即马副总裁这个位，你早就应该换你坐啊。所以我讲你唔若无心情，对公司无贡献，佮拖你规个团队，这37年你害超人减赚偌济钱，你敢知？我咧讲你，你讲得对。你若认为我讲了唔对，你就是侮辱我的关系，侮辱我个人的地位。你若认为对，这就表示讲你也有淡薄的见识，我也当可怜你。讲，我拄仔讲的是对还是唔对？你拄只讲的完全无错。所以我讲你是只米虫，你讲对吗？无唔对，我是一只米虫。来，我现在给你开除，你已经没什么好不好的了吼。无喏，我当然不好啊。我对公司以后这么忠心，我再讲我也没做什么不对啊，谁要开除我？哪里啊？你还不好清楚。我现在是在开公司，不是在开会议的。我来找你做对也做不对啊。你只要做不到公司的要求，我就会当明前件事给你开除。没不对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不过按照劳基法。哪里去死啦？你若是不好，会当去告我。我有规团的律师团在咧等你。管你过去伫超人赚偌济、欠偌济，你有偌济钱会当来跟我拍一场官司？我
总裁，我哪有可能去告公司啦？就算讲我有这个胆，我嘛不忍心啊。唔敢就好啦，代志就安尼决定啊，你会当出去啊？这安怎？你也唔出去，你是要叫我叫保全来把你押出去？无啦，副总裁，我是讲吼，总员进前有提起一个裁员的方法，想讲是毋是会当给我领淡薄仔遣散费？陈主任，你莫乱讲，我是无答应哦。唔是啦，我知啦，我是讲吼，是毋是会当参详一下，让我用这个办法离开公司？你伫超联做笔头已经真超过了。你安尼消极讲，你要走的时阵，要派一队兵走。副总裁，伊真正足可怜的。你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你也无得下手啦。我教你，你若是要开除人的时阵哦，你头一遍你就要将你的气势吼，改拗倒，可以完全无得变改啊。就算是讲伊素来伊要变改，唔管讲伊你有偌充分，或者是讲你感觉伊讲了真有道理，你拢绝对袂当让伊有参详余地。安尼你知影？对方无得参详，我知啊。那恁所来迄高价米糖，都交予你来收拾了。无问题，副总裁，多谢你这耐心教。我家己无生查某囝啦，去特别输敢若我亲生的同款。我一定会用心来甲你教，也毋过你嘛一定要用心，千万唔通辜负我对你的期待。志良，你若能将迄块落毛引来公司，你要将超人母倒你正经原心。林志良，我的头壳内面在想啥，不是你这种戆人有法度了解。搁再讲，超人未来成败兴衰，嘛已经跟你无关系啊。你若真正有才调，你就家己开一间公司来跟我拼啊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。我会参像阿公同款，对七颗美金开始白手起家。搁看安怎讲，我嘛要拍赢你这个心思不正、了不起个囝。用讲个，大家拢真好，爱会做才好。只是你即摆为闲做个，是看要安怎安排你国外个生活个。以后个代志，以后再搁讲。我即摆无想要甲你争辩。光碟摕来。你过来找我，又搁是要讲这件代志是？对。你是失去记忆还是安怎？我唔是已经跟你讲过啊，我无可能会给你。是分家会要看。哇，安尼就愈奇怪啊！女主角也想要验你，伊是毋是想要看我家翕了有水无？你家己讲唔免看，效果真好。你记了？安怎？你凊彩我一块苦逼，对你来讲够差。对我是无差啦，也毋过你共讨物件阁遮尔啊歹，我着真毋情愿。所以咱若继续阁讲落去，嘛无啥物结果。等下麻烦你出去时阵，顺续甲门关起来。本家伊讲，伊今仔日若是无摕到光碟，明仔载就要对我提出告诉。算我拜托你，拜托你还一个用的无。我看你唔若失去记忆，你根本是头壳有问题啊！这点我唔是已经甲你教过啊？伊要告谁才去告？非得伊人伫咧国外咧想见识？因为我无参照你这么袂计较啦！就算我要走，我嘛袂用忍受这种不明不白冤屈啦！哦，你的意思是讲你甲方家也无安怎是？啊，这哪甲我对光碟内面看到的拢无同款？既然你有甲伊糟蹋，这边哪会叫做冤屈啦？唔知哦。你甲我逼离开台湾，敢阁无够？敢讲你阁要目睭紧紧看着我，互人告？看着黄家民主尽扫落地，你才会甘愿是毋是？看黄家民主尽扫落地，代志若真正要到这款地步，我嘛甲两个人讲，我真乐见其成啊！你，歹势！我即摆有真重要代志要出去办。治疗出去，出去。